Okay, 看第一题。对、okay, 他讲 Cari nilai，他告诉我们，diberikan bahawa matrik songsang。OK，我们就想回去 matrik songsang 的这一个formula 咯。如果我们的 matrix A 它是 A B C D 的话，那么它的 matrix 松上呢，就是放个 A 减 E 啊，代表着松上啊。OK，有一个减 E，代表着是松上 inverse。OK，那么它的做法呢，它的 formula 呢，就是 E over AD 减 BC。然后我讲了吗？斜对角这里啊，就是从左上到右下的这一个嘞，就这样，它是换位 d 分 a，斜上的嘞是乘减 e 减 c 减 b，啊，它的 formula 嘞大概是这样，就是从上。OK，那么你要先理清楚到底谁是谁的松上。他讲 Diberi Matrix 松上 bagi 这个 H 等于这个啊，它的松上是这一个，这个有一除二在这里的，所以这一个很明显，它就是 H 减一咯。诶，左边这个是 H Matrix 吗？那么右边这个呢，就 automatic 变成了 H 减一，就是松上 Matrix H 啊。那么你要怎样找相对应的 n 跟 n 呢？我们就要正常的去做 matrix 松上的方法。OK，我坐在哪里呢？坐在下面啊。OK，我先回来，是不是你啊？看到啊，好，子啊。行，OK，首先我会从这个 matrix H 那边下手先。我们知道 matrix H 上面这里，我们会知道有 A、B、C、D 嘛？哎，跟上面这个一样啊，任何好 A、B、C、D 的位置先，A、B、C、D，然后通过这里来去找它的这一个 matrix 松上就 OK 了。H 它的松上呢，就是 H 减一。会等于一 over，给、okay, 刚刚我们有 formula 了的 AD 减 BC 嘛，所以 A 是五，如果 according to 刚刚我们 label 好了，A 是五，AD 是减二，减掉 B，哎，我只能写 B 了，B 是减八，写过来，C 是一。接过来，哎呀，这个有点难，对啦。OK，然后这一个地方怎么办呢？你一定会看 formula，对吧？你注意看这个本来是 AD 的，你看这个，当它 inverse 过后变成 DA 了哦，那么这一个也是一样，对吧？这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换位。五减二变成减二五呢？这两个换位了咯。给斜上去的这个呢，我们是乘减一的。如果你觉得难听，你就记减变加，加变减就好了。左下角本来是加一，现在就变减一咯，很直接的嘛。右上角本来是减八，这边就变八咯。这个就是我们的 matrix 松上，然后刚好它也会等于。这个右边这个东西，m 减四，写在这里啊，m 减四一 over 二，哎，这个逗号不要写啊。哎，我们还不可以做这一个 bounding 啊，因为你会注意到左边这里它多一个一 over 这边这个叫哦，所以我们把它答案找出来先。OK，先按分母先，五乘啊，五乘减二减八。等于二，
等于减二。OK，so 所以等于一 over 减二，给我们其他照抄。对，然后我们再把，如果你有印象的话，matrix 外面如果有一个号码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号码乘进来，对吧？乘进来。OK，我们把它乘进来。OK，一 over 二乘，一 over 减二乘减二等于一。一 over 减二乘八等于减四，一 over 二，一 over 减二乘减一等于一 over 二，按 calculator 啊，一 over 减二乘五，对吧？全部可以自己按的，你可以double check 看看啊。然后就很容易做滚板定案了吗？所以你看左上角跟左上角一样。右下角跟右下角一样，所以我们就直接得出来一个结论，m 等于一，m 等于减五 over 二。然后我们就要看 boy 啊。Okay, boy. 하자. Dengan menggunakan kaedah matriks, hitung nilai x dan y yang memuaskan persamaan linear serentak berikut. Okay, 这个是我要特别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你遇到 matriks 的题目啊，它是这样子 A 跟 B 的话啦，然后刚好 B 呢是做这种kaedah matriks 的话啦。左边呢？左边，后面差不多了，右边。哎，对。讲第一题吧，你就看第一题。Okay, 如果你看到好像 soalan satu。A，他是问你啊，就送上，然后 B 哦，就突然间问你不萨曼尼尔舍人达拉，通常他们是有一点关联的，normally 啊，通常啊，我再 show 给你看，他们才有关联。给、okay, 我们要用 kaedah matrix 的话，我们要先 burn 到一个 matrix form 出来嘛。我讲了哦，我们这边会看得到一个四四方方，对吧？一个 matrix 这样子。给、okay, 我们认定这是正中间啊。OK，我们这样写。OK。先画一个 matrix 格子先，对，然后左上角是五，就填哦，五，右上角呢是减八，减八啦，左下角哦，这里没有号码，代表是一，没有写什么，代表是一来的，should be no problem 啊，左下角是一，然后右下角是减二。给之一这边要填什么呢？我们就要填一个，看你的最左边这个是什么。如果是先 x 后 y，看到从左边看到右边呢，先 x 后 y 的话，那么我们就把 x 从上面填下来，先 x 后 y。如果你是 the body 的话，你就要写 yx。来，我有点热啊，我有点热，天都没空啊。啊，是的，对，然后我们再填呢，这个很容易啦。右边这里是九三嘛，我们就写93。对，这个时候你应该会看到为什么我会讲他们有一点点的关联，因为你会发现到左边的这个 matrix 五减八，一减二。好像跟前面这个五减八一减二一模一样哦，也就是说，
我们的 Matrix 松山已经不用再坐多一轮了。你可以再坐多一轮，如果你觉得很多时间的话，但实际上呢，不需要。也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当我们把这个 Matrix 搬去右边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变成 Matrix 松山了。OK，我们这样，我们先写这个先 X Y，OK，然后有一个东西要记住啊，我们的 Matrix 松山是要放前面的，Matrix。松山放前面啊，这个不要忘记啊，放前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五减八一减二啊，它的松山放在这个 matrix 的前面，不要放后面，不然的话你做不到答案的。Okay, 所以把它放前面，它就变成 matrix 松山了。刚好 matrix 松山，我们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吗？所以我们不用自己重复做 e over a b 减 b c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把刚刚这个，OK，这个是 Matrix 松山哦，OK，M 是什么呢？哎，其实我们有答案了，这里，这个就是 Matrix 松山来的嘛，就是这个来的，所以直接把这个答案写下去，一减四，一 over 二减五 over 二，啊，这个是 direct Matrix 松山啊，通常啊，Matrix 的题目都是这样，它们有关联。他就是问到这样子的类似的问题，如果没有关联的话，你就要自己做咯。E over AD 减 BC 咯。啊，然后我们再把旧的那一个刚刚那个九三啊，抄一下去，前面后面这个九三写一下去就好了。OK，然后我们就正常做我们的这个乘法。OK。因为上个礼拜啊，有看到一些学校他们教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有一些啦，还蛮不错啦，这个方法，看你们要不要用啊？因为之前我是跟你讲哦，这边是二乘二，然后这里是二乘一，然后中间这样割掉嘛，这个是比较 standard 的做法啦。你要看起来就是有一些补习社还是这样教的，把左边的这一个一减四，一 over 二减五 over 二哦，他把它放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方法啊，如果你真的不熟，你可以这样子做的，在左下角这里。OK，这个九三呢，把它写在上面这里啊。如果你是二乘二了，如果这边有一个方法了，就这边写咯，这样子咯。现在我只是九跟三过来嘛。然后我们再画，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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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这样把它隔开来，你有看到上下两个号码了吗？OK，就很好认了呢。这一格呢，它是由这一行跟这一行组成的，所以是一乘九加减四乘三。我就这样写，一乘九加减四乘三。我放括弧了，比较好一点。啊，这个也是个方法啊，但是我之前教的呢，就比较学校的方法了，这个就比较麻将 yes 啊，很特别的。想象不到的话，你就用这个方法啦。OK，第二格呢？你看第二格。OK，我们现在换个颜色啊，换青色啊。第二格呢，我们就看这一行跟这一行，因为它由这两行组成的嘛，应该脑润了，擦掉啊。OK，然后我们就看第一个跟第一个乘第二个跟第二个咯，是不是很直接？所以是。一 over 二乘九加减五 over 二乘三啊，这一些是 for 那些看不懂，OK，好像有一点难度的要记的，你 it's OK 了，你用这个方法，还蛮实用一下的，这个蛮好用一下的，直接出答案了嘛，所以九减十二减三。这个是4.5，哇，原来4.5减7.5，4.5减7.5减三，是吧？两个有减三啊，啊，大概是这样。然后最后我们再写最后的答案，x 等于减三，y 等于减三就完了，That's your final answer。然后，
我们去看后面的题目啊。写完过后，你可以试看看第二题先。So，OK，我们看第二题啊，这个也是一样做法的，你可以试试看看。我那个东西错了，嗯，你拿你那个解释。哎，英文写错，不要看英文了，看干嘛？因为这边应该是要减三的，不要看英文，他妈的，妈的不是对的。我考试考这样子的话，收分了还是零？行啊，不行，A 应该容易了。我先讨论 A 先啦。OK，Matrix 送上 buggy，OK，也就是说这一个呢，它不是 Matrix 送上来的，但是他讲他的 Matrix 送上是右边这个，OK，所以这一个是送上。所以你要会从左边 convert 去到右边，它就是通过送上的 formula 咯。然后，before 我们做的时候，我之前不是讲咩？要先润好我们的 A、B、C、D 先，A、B、C、D，润了 A、B、C、D 了过后，我们要找送上，这很简单。OK，左边这个送上，它是这样写：E over，对吧？A 是二，D 是减四，减掉 B、C。然后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左上角这样对斜的，这样斜下来的这个二跟减四哦，这两个是换位，变成减四二，斜对角上去的呢，是减变加，加变减，所以加三变减三，减一，
点一啊，我们就成功把左边这个变成双向了，而刚好这个东西会等于右边这个双向，一定一样的嘛，我就这样写一个等于先。Okay,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simplify 哦，我们不要这样急着乘进去哦，我们就二乘减四减八减八加三，减八加三减五，所以一 over 减五。OK，我们其他照抄。OK，我们不乘进去是有理由的，因为右边这个都没有乘进去，为什么我们左边乘进去？你乘进去就做不到对比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乘，我们直接这样对比，你就会看到 donkey 会等于减五了。哎，同一边 donkey 等于减五吗？我们就先解先，哦，donkey 等于减五，这是答案还是答案啊？啊，我们再对比其他的，一呢就变成了。减四，你看同一边，一就变成减四，完了。OK，然后我们再来做下面这个题目。OK，下面这个题目就会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一样，通常它们 A 跟 B 是有关联的。OK，我们先把它变成 matrix 先。以中间这个点为我们的 basic 啊，左上角是二，右上角这里是减一来的，右上角是减一，还是中间点来的？左下角是三，右下角是减四。对，okay，然后我们的这边要填 x y 还是 y x 呢？是取决于我们这边从左边看去右边。左边先有 x，后有 y，所以上面写 x，下面写 y，我们上面填下来，等于这边是11先后9，我们写11等9，然后你就会注意到这个东西好像又跟这个一模一样哦，哦，一模一样哦，如果一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搬过来变成 matrix，把这个东西搬过来前面。我讲了，每次做 matrix 双上都把那个 matrix 放在前面，matrix 双上。OK，所以搬了啊，x y 会等于 OK，先写 matrix 双上先。而这个 matrix 双上呢，我们上一题已经算好了，在这里，对吧？这个是直接有 matrix 双上的嘛？这个的 matrix 双上这个吗？Exactly answer for this one 啊，所以把这个东西直接写下去，e over 减五，然后四 e 减三二，OK 减四一减三二，然后再把这个四 e 九嘞照抄回在右边就 OK 了。OK，然后怎样嘞？OK，你也可以用回，我刚刚教的方法，你先把左边的这个东西减四一减三二写在旁边，减四一减三二，OK，这一个写在左边啊，这个写在上面，左边的写左边，右边的写上面，上面写11跟九，然后划线，对吧？OK，我们先看第一个格子先，这个是在上面哦。你看，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结果来的，它是二乘一来的，因为有两格嘛。OK，我们先看第一格先，是由这两个组成的，所以第一个乘第一个，第二个乘第二个。OK，所以一 over 减五照写，我们写减四乘11加一乘九。OK，这是第一个哦，第一个乘第一个，第二个乘第二个嘛。然后下面这一格嘞，它是由这一个打横和这一个打直组成的，
所以减三乘十一加二乘九，啊，要看那个位置对不对啊？所以是减三乘十一加二乘九啊，青色有点难看了，要改一改。OK，大概是这样。OK，然后我们就把答案按出来喽，减四十四，减四十四加九，减三十五，减三十三加十，加十八，减三十三，对吧？减十五，OK，然后再把它减一 over 五嘞，乘进去，因为你 finalize 嘛，这东西乘进去，乘进去。所以减一 over 五乘减三十五会等于七，减一 over 五乘减十五三就完了。然后不要忘记写最后的结论，上面的七会跟上面的 x 一样，上面等于上面，所以 x 等于七，y 等于三。给到最后一条啊。好，把最后题，我们就真的是，问题买 insurance 的。给来，最后一题啊，这个，先做第三题，A 一跟二先呢，一跟二，啊，B 的话，很在刚刚这样做吧，哦，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不对啊，还记得吗？啊，取消了，当然了。是这个吗？哦，还是在第一个啊？好的，好了，OK 了，行，不会，直接不会了。本来，出来。
对，还有5分钟啊，这边，我们就尽快讲。给他讲，我们有 Matrix P，是这一个。给 Cherry Nilai K 几个 Matrix 松山打一 P 一到五九，这个重点啊，Matrix 松山低到五九的话，OK，就意味着告诉你 AD 减 BC 等于零，已经定了的，你就背，AD 减 BC。等于零，如果是低到五九的话，给说根据我们的这一个 matrix，我们的一样啊，我们 label 好我们的 A B C D 先。OK，那么第一题，既然 A D 减 B C 等于零的话，我们就照写咯，A 是 K，D 是三减 B 是减二，C 是六等于零，K 乘三等于3K 咯，K 减二乘六等于减12。减十二乘减一变成加十二等于零，加十二搬右边变成减十二，再把三搬去右边变成除三，等于减四，完了，这是 A 一的答案。Okay, 如果 K 等于减四，那么这个 matrix 它就不会有 matrix 松散。OK，然后才会来到第二题，如果 K 等于减三，它的 matrix 松散是什么？那么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做法吧，很普通啊，这个，因为 K 等于减三，你就把减三放进去吧，把这个 K 啊换成减三先了，所以我写在哪里呢？写这里啊。P 等于，K 换成减三啊，所以是减三减二六三，减三减二六三。然后我们每一次找排序松散，认好 A B C D A B C D E，过后我们就这普通的去找哈那个排序松散咯。P 减一等于一 over A。D 减 B C，给这个一直重复哦，所以我就做快一点，写下来的换位，写上去的乘减一，乘减一。Okay, 然后一 over 减三乘三等于减九，减九加十二，减九加十二等于三。Yeah, 我们可以顺便把一 over 三乘进去，no problem，敢敢乘这个东西啊，乘进来，给、okay, 你们打到一 over 三乘三等于一，over 三乘二等于二 over 三，一 over 三乘减六减二，一 over 三乘减三减一，OK，这是我们的第二题的答案。OK，我这里先 off 一下啦，等下再 join 进来。我们讨论 B 的啦。OK，啊。